當你發現有人暈倒，一個急救的方法非常重要。第一個就是拿你的人中穴，大約在你的人中三分一的位置，用你手指頭用力慢慢按下去，停留大約5秒，鬆手，停留大約5秒，鬆手。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攞翻我哋嘅合谷穴，詳細咧我哋可以睇翻之前咧，其實已經講解得好清楚合谷穴係點樣攞噶啦。攞好個合谷穴一樣停留5秒鬆手，停留5秒鬆手。但係記得一樣嘢，因為係涉及人命，記得有問題要報警。